小米粒加油加油加油，小米粒加油，小米粒，太好了，咳嗽看着水了，拿来，不是给你的，听明白吗？给你钱，不卖。啊，王小倩，你说你多缺德你啊！哎，王小倩，你咋在这儿呢？这给你准备的水你喝不？你喝不喝？你喝不喝？我不喝，我不渴。哎，我都打开了，你就喝呗。我不喝。哎，你喝呗，我都打开了。我不喝。我都打开了。哎呀，你那么贱呢？人都说不要了，我这渴的都不行了都。哎哎，下面人别跑别跑。哎，你看，你不喝水，我这还有豆浆呢。你是不是傻？你看谁大早上起来跑步还端杯豆浆边跑边喝呀？你再给我来根油条得了呗。这儿呢，你上面来。你说你啊，你大早上起来，你看人家都跑跑步、溜溜弯啥的，你说你搁这摆个摊还支个条幅，你净搁出洋相，不都是为了你吗？为了我呀？啊，为了我，你把这条幅给我摘去。你说的啊，你说的，哎，你说的，哎呀，小米粒，我爱你。一天真整没用呢，你瞅瞅你，哎，你瞅瞅你胖那身鲜肉。说你呢？我说你呢。啊，大秦哥，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前两天我们一起出去吃饭，碰见一堆喝多的酒蒙子，你都不知道给王小倩吓那出，哎呦我天，自己说。最后不给他们干跑了吗？是，你都给人跪下了，人好意思不走？你都跪下了？啊。跪完之后，那几个酒蒙子当时就醒酒了。我不是跟你吹啊，算他们几个跑得快，要不然我摆几个造型，刷刷刷刷，全给他们撂倒了。我跟你说，是他那造型我都跑，我怕讹着我，他都这样了。王小倩，能不能不跟大家吹牛啊？啊，你说男孩跟女孩出去吧，你最起码得让这女孩有安全感，对吧？你看人大秦哥，是吧？你看人大秦哥往这一站。特别有，对，你学学人大秦哥，人家跆拳道黑带都八段了，人还知道天天锻炼身体、跑步啥的呢。我不也跑了吗？你那叫跑步啊？你那叫蹭跑吗？小美丽，小美丽，你别走啊！你跟着老搅和啥呀？瞅着我白脚线了。不是，倩儿，我先看出来你是真心喜欢小美丽，是不是啊？你瞅瞅，傻子都看出来了。关键是我怎么表现，他也不搭理我呀。哎，这没有事儿，我们家大美也不理我，你知道不？但是我从内心，完从他的眼神里观察出来，在他心当中我可有分量了。我跟你说，你那是猜的呗。你这么说话没朋友，我本来我想帮你，这人就不帮。好汉留步。贤弟会说话了。大秦哥，你坐，你坐。那个，水、豆浆、油条。不过哥也有条件啊，哥帮完你以后呢，你也帮我成全一下我和大美的爱情。啊，我明白了，你帮我是有目的的啊。不管啥目的不目的吧，是不是？这不咱俩各自找到喜欢的伴侣了吗？这不就？你说的也对，你下边咋整？是不是想让哥帮你啊？啊，好，等着啊。喂，兄弟啊。咱拍电影的砖头还有没？有啊，啊好，打哪打脸？嗯，哎，别老提钱不钱的，你报我价，10块、20、30，要哪个？要30的，贵的估计打脸上不疼。30的3块，老规矩买3赠1，来吧。还有你还有这朋友呢，这真行啊。来了啊，放着吧，啊、来下钱。这给，好，你回去吧，记我账。好了吧？不是，你欠我10块啊！欠什么10块呀？那电话费那不花钱呐，中介现在不要钱呐，你真有意思。你啥钱你都挣，行了，你说这玩意儿咋用啊？这玩意儿一会儿等小美丽过来哈，你拿砖头啪就削脑袋上，打小美丽啊？打什么小美丽？打你啊？那多疼啊！废话，你疼你不掐咧嘴吗？你疼啊！小哥，我就哎呀，你一下把你搂怀里了，把我搂怀里边了，太有画面了。小米粒来了，来了。啊，
咋没劈开呢？兄弟，我刚跟你说了，我这道具做的吧，就是顺着拉的吧，它不是那么的，它是摆。哎，大青哥，我没看差吧？你用手把砖头给掰开了？那个顺溜啊，我也能掰开，你瞅着啊，大啊大啊！大青哥，这怎么回事？你看纹啊，刚才这顺的，这个是横叉，这不是掰的，这是。那个小米粒，等会儿太厉害了，我也能，太厉害了，我也能用手劈，你真瞅着啊，打啊啊打啊啊打啊啊打啊。哎，王强干啥你啊？哎，小米粒啊，抱抱我。抱什么抱？我咋的？刚才我说你两句你想不开了？你等会儿啊，我一会儿再跟你解释。大兴哥啊，这砖头怎么回事？兄弟，我忘跟你说了，我们拍电影有真有假，你刚才拿这块是个真的。好像啊！哎呦，我天哪，你来了！哎呦，太厉害了！哎呀，我天哪，太厉害了！大梅姐知道你有这绝活吗？啊，你这样，大梅姐要知道你有这绝活，非得爱死你了！偶像，来，偶像！哎呦！不要告诉他我是八段。倩儿啊，人都走了还拿砖头干啥呀？我想一砖头拍死你。你把100块钱还我，买道具。我花100块钱把你竖起来，你还我。不是买道具吗？好，兄弟，你说，你听我说，别提钱的事儿，哥还有办法。哥知道对不起你啊，哥这是要帮你，知道不？咋整？进来咋整？你听，一会儿这么人来以后呢，你使劲削哥，哥绝不还手。真的啊？撒谎是你孙子。你说的啊？你说的。小米粒来了，小米粒来了！啊！大梅，哎，啊，大梅看着呢啊，哥对不起啊。哎呀呀，妈妈，撒开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大梅，没事吧？哎，怎么样？哎，大梅姐挂了。哎，她来条微信，说我啥？说我贼厉害？女人需要的是安全感，不是暴。不是暴力，怎么样啊？你站在我爸那儿，特别有安全感。行行，快帮我去医院去。没事，我能挺住。没事吧？是啊，我真是想帮你。哎呀妈，太冤了！大美啊，大美啊！